最近不少小伙伴都是蹲守微博，一有关于明星的微博热搜就高度敏感，所以一看到古力娜扎秒删的热搜，立马提高了警惕，以为是有什么惊人的料要出来了呢。没想到点进去之后，着实被美了一把。原来古力娜扎是晒了一张小学时候的合影上去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快就又删掉了。但是手快的粉丝们迅速就保存加截图了。虽然看照片应该是很久之前的了，虽然有些模糊，但是网友们很快就从众人中一眼认出娜扎小姐姐来。果真娜扎是天生自带颜值光环。不过照片好看也不是什么黑历史，娜扎的秒删还是让大家伙摸不着头脑。随后网友们扒拉出来娜扎小时候的各种照片来，基本都是有些民族风，但是还是清新脱俗，能看出是个美人坯子。相对于网友们小时候各种毁容式的艺术照，真的是一股清流了。 I have a pen I have an apple Apple pen I have a pen I have pineapplePineapple, Apple Pen.